咱遮个人应该就通转为个人个软弱，毋通求家己个欢喜，咱他人就互厝边欢喜，互因得着好来建立个善待。因为基督也无求家己个欢喜，就是教所记载讲，人买袂恁个，买袂有够的话。因为早所记载的拢是要加时间来比喻，才来比喻，让咱对谈论对圣经的安慰来得到恩膏，愿心思谈论安慰的上帝，恁大家同时知，照基督耶稣，予恁一样心、一样嘴，应跟上帝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七章。所以有三节力，亲像基督也有节力力，地教永远归于上帝。愿上帝赏赐平安地位，也愿永远教导你的性命。谢谢。